红花骷髅哥，你们家很厉害，连续两次一抽，我不信连三抽。欢迎来到老师邪庙，我是庙公。鸡童是哪位啊？鸡童是颓废风啊？不对，颓废风是住持，我是庙公。我们还缺一个当机啊，谁要来当当机？鸡童是战国，不是战国是那个战国是她是女优，她准备穿比基尼拍写真集。没有啦，我们那个庙没有在穿肚兜啦，都是比基尼的啦。来，我们今天要抽抽谁呢？陆逊一张，孙权一张就好了。司马懿典藏来一张，孙尚香典藏来一张。林统来两张，周泰来一张，郭嘉典藏来一张 ，SP 袁绍来两张，旧的诸葛亮来两张 ，SP 朱俊来四张，沮授来两张，张辽来两张，魏延来一张，左慈来一张，刘备来一张，虞姬来两张，赵云来一张，张角来两张，王元基来五张，以上。我刚刚有唱名的，只要今天有抽到任何一张，我们就算战胜工程师。好，接下来要我到你家去抽卡的朋友，请你告诉我你家的坐标在哪里，我就会到你家老店来抽。第一位讯息我的是熊猫色色哥 Go， 苏喜晚上好。我已尽数看清敌军之计策。两抽，徐庶哥，下一位，暗部肯德基哥 ，Go。小女子别无他才。小女子别无他才，愿为主公奏曲助兴。一抽，小乔妹子。一抽中的，再给他一次机会 ，Go！ 孙仲，一击皆斩。两抽吕布哥，下一位阿奇毛哥。君主生死何足怪？五抽炎炎哥，下一位周瑜瑟瑟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七送去，心不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我有一计。保底寻幽哥，苏挺为瑟瑟。可以上诉哈，觉得不满意可以再去。哎呦，什么逆者？一抽董卓哥，一抽重金的，再给他一次机会 ，Go！ 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七说不去，心不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唯有以法治军。方可百战不殆。保底于禁哥，下一位红花骷髅哥。正所谓兵以诈立。一抽陈玉哥，一抽再给一次机会。丈夫处世兮立功名。红花骷髅哥，你们家很厉害，连续两次一抽，我不信连三抽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七收过去，心不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陆逊满红啦！红花骷髅哥很厉害哦！我从第一季抽到现在啊，陆逊终于给我满红了，太强了！孙权还差一张，暗部无需
张哥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轻松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主公，恕我直谏。保底田丰哥，熊猫维尼哥，给你上书，来一张孙权，你就厉害了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轻松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人以品性，定贵贱。保底成群一大包，熊猫维尼，你这个上述不太行。挖金凳来宠够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轻松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主公，恕我直谏。保底田丰一大包，瞎以为夏侯豪射射歌勾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轻松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让我的眼睛见证今后的战斗。保底夏侯惇哥暗部 KA 哥 Go。 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轻松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良禽择木而栖。保底荀彧哥，瞎以为三皇招待所。好，这是蒙面猫他家。孙权还是刘备呢？我们看下去 ，Go。一切皆如我所料。可惜是新的诸葛亮，我要旧的诸葛亮。五抽新诸葛亮，阿奇猫的分成歌 ，Go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轻松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善战者，心为不可胜。你爸爸来了，你来干嘛？保底陆抗哥，侠以为金将客栈歌够。周瑜瑟瑟，等一下啊。严肃，在我曹孟德手中。我要孙权呐、啊！曹操我已经满红了。五抽曹操哥，燎原陈封哥 ，Go。保底啦，聊天室一波轻松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剑阵之志，有死无生。武将过江东，保底相生啊。OK， 已经没有保底的扣打了。待会我们看看可以换几个典藏。红花骷髅哥，聊天室一波轻松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我等白耳兵一定护主公周全。陈道哥，下一位。来阿奇毛的分成，阿奇毛哥，聊天室一波轻松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司马懿来啦，满红啦！感谢颓废风，感谢聊天室，感谢我们伺服器里面所有的盟友、对手、朋友们。大家的集气，阿奇毛拎刀紧架红水五告后，哎，今天邪教台再次的战胜工程师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直播，麻烦请你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入会员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师，感谢你的支持。